我走。丁小弟，这么高调的代志，一定是恐怕足凄惨的。你哪知道这么恐怕？这个代志是唔跟你有关系？凭我是议员，凭我有权势，要安怎就是要安怎。有了这个物件，我相信徐明强的票一定拢会走来阿伯这边。别让我查出来你伤害阮家的人的结果，难保我嘛袂放你走。拜一到拜五，暗时八点，炮啊声。你这摆安尼是咧创啥？我那是无欢喜，为着对阮爸安尼向明强，我是把伊当作是家己的时代跨台安尼。你这摆想要创啥？原来你嘛会惊哦。啊，那是继续算身体无好，是要怎为什么好？这是有心人透过伊办假消息，像这种下流的算计傲步，我一定会解决。议员，这网络上哦有一支你的影片，伫四界放上呢。警察办的好，有款有势，讲话较大声。这个影片一定的是平常时对我讲话态度，咱只做选民的，就这责任要家己的假面骨甲拆了，敢是？哎，别走！你好好人唔做，是安怎抢人的物件？记个包包还我啦！快走！对啊，嘉文姐，你敢知影你的宝宝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？是查甫的。查甫的。嗯。啊，你我就是伊的干妈。我一定要好好教伊个，嫁一个唔通像伊迄个渣男爸爸咁快，这就是无良心的宝宝啦。我是找袂出有啥物理由要来害阮爸。啊，不过你有。玉如，我害你爸爸到底有啥物好处啦？因为你跟阮爸这个选举会选掉。我二房的占名会去影响到恁大房的地位，所以你就用尽心机，要来影响阮爸的选情。哎、欸，王彦希，你想要创啥？你无进去，莫有白讲。即马提灭火器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你这个臭小三，你刚才电话怎么给我录起来呀、啊？你想要啥？我无想要怀疑你，你莫爱卡死，莫让我查出来，你想要啥？